我们现在来到了大漠胡杨林的一个露营基地啊，那边就是额济纳的胡杨林景区了。看看娜娜又在忙什么呢？我在忙着搞一下收纳。我这个车已经，我这个内饰已经到了不得不装修的地步了。然后我特别幸运遇到了想想和木哥，给了我很多方案和灵感。你夸我也没用，到了东必须跟我们去东北，不然的话这个柴暖不管了。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绝对就是那样的人。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必须跟我们去东北。这个遮阳板刚才特别长，娜娜给剪了一下，然后剩下这块我还不浪费啊，还要贴在这边。哎呀，看看我们娜娜多么冰雪聪明啊，能贴点是点，真是哎呦非常棒棒啊。木哥帮我那个看好了那个收纳箱以后，不是，我重说啊，我那个收纳箱下好单以后，我现在完全看不了我这个车了。我现在特别期待我的收纳箱。等你那个箱子到了之后，咱们一边收拾一边考虑装不装柴暖。你别说了，你必须装，必须得考虑。你谁让你不跟我们去东北了？嗯，飞天，你干嘛呢？我正得换一个那个啥呢，这一天才44瓦。The next day, 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是翔姐的生日，我跟娜娜要给她做一个生日蛋糕。哎，哪儿去了？哦，那儿。跑这儿来了，你确定你会做吗？凑合事儿吧。哎呀，厉害呀！订不到蛋糕，那不能让翔姐过一个寂空虚寂寞冷的生日啊！太好了，娜娜太好了。哎，你叫什么？有这个蘑菇，咱们今天吃不吃？这不。可以啊，这个还蛮贵的，那个叫什么菇了？那这蘑菇得泡一下吧？对。飞天，哦，飞天，哎呀妈呀，你真是太潇洒了吧，四仰八叉。哎呀我去，搞了一个真家伙，不是，搞了一个专业的家伙。这个大哥的车上的什么都有，咖啡机啊，做蛋糕的叫什么打奶器啊。都是人才啊，出门怎么什么都带啊。我再熬个杏皮茶。我说前两天快递，翔姐的快递为什么有蛋糕粉呢？她一定是想给我做，或者给她做，就是给我们俩做啊。因为我也是这个月10月份生日，26号，翔姐也是10月份的。哎，再削削个土豆。今天娜娜掌厨啊，本少爷，我现在又多了一个丫鬟，你们没看见吗？那我还削什么土豆？好，已经带6两粉，8两糖。一边做一边查教程是吧？原来你不会啊？有鸡蛋吗？鸡蛋有啊。等会儿，咱那个柜子一斤是大概几颗了？哎呀，小心别打到手啊！大哥，哎呀，娜娜，你别手打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好心疼啊！你好虚啊！大哥，这机器坏了。是吗？哇，这得打多少鸡蛋啊？小心，真的别碰着手。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是不是应该先打蛋白，然后再打蛋黄啊？那个怎么都一块放进去了？倒牛奶啊？没，为什么先后顺序？它那个袋子后边有，袋子后边有做法。你别拍，咱们到时候给小杨姐一个惊喜，假装她是。牛奶少倒一点。我现在就是剧透。我就要网暴你，你这不会做蛋糕的在这瞎糊弄事儿，问这个问那个的。我没功劳还没苦劳了。有苦劳，有苦劳。
你上我那儿打水去啊？呀，是不是傻？哎呦，终于停了，太吵了。勺子或者筷子，然后感觉一下，这行吗？行啊，就这种尖的感觉，就是泡沫的感觉呗。对，但是这个咱们弄鸡蛋多了，拿不完给它舀进去。多了不怕吧？有比例呢呀。等一下，你们过来，咖啡了。等一下，你过来，大哥。他让咱们喝咖啡。咖啡大晚上谁看喝？早上还喝点啥？太小了，我自己找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你这是弄啥嘞？你别拍这段，掐了不能播。不，这必须得保留啊！这是放面粉了。这个面粉好像放的时候还得塞一塞呢，但是咱没那条件。什么什么塞一塞？就过一下塞。哦，筛一筛啊！您这个舌头有点那个不太灵活，得练一练。有点糖进去，再放点糖是吗？防，那个叫糖少许。糖少许，我靠！我的牛奶也贡献了。反正你也不喝，牛奶少许。就放那么点吗？我怕不成功啊。牛奶是不是得多放点啊？才有奶油味儿啊。牛奶味儿。奶油。奶油是另外打的，不一样。哦。奶油还要打。哦。哇。这锅小，这反正这锅不大。那蒸两锅吧。蒸两锅啊？你有没有电饭锅？我没有，咱家有，咱家有电高压锅。你看它那个多大。跟我这你这锅怎么这还碎 了？你这什么都是战斗版的呀，真厉害！你们俩这锅差不多的，几乎是一样的。抹一层油，就用这个烤面包是吗？这也行啊。咋了？没得咋了。学着点吧你。好嘞。跟我娜姐学着做蛋糕，是什么呀？这个里面再搞点油。这是刚才那鸡蛋跟那个面粉吗？对，只能上下搅拌，切记不要、不要左右是吗？转圈转圈，只能上下。嗯。都能倒进去吗？这锅不一样的，为了你。开心，让你开，就是让你开心。你愿意我相信，木哥愿意，我可不相信。我也非常愿意，你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开心，是不是娜娜？对呀、真是。你应该说我开心了，娜娜就开心了，娜娜开心了，你才开心了才对。哦，说那话想姐。哎呦我的天啊，我这两个女人我整不了了，这。搁里边插上电，开始蒸面包，烤面包。面包，这不就是面包吗？这是蛋糕，它怎么能是面包？还现在还不是蛋糕啊，现在是面包啊，糊上奶油之后才是蛋糕呢。不是面包，是面包，蛋糕是蛋糕。是吗？是。切菜。这是蘑菇是吗？对，牛肝菌。小酸菜整起来，土豆、冻豆腐、酸菜、肉，娜姐我已经全给您配好了。好的。下面展示您真正的技术了啊。还有什么要服务的吗？然后你那边有干辣椒吗？干辣椒好像有两三个吧，我看看啊。去，吃完饭咱们就去看夜场去。这油不花钱是怎么事儿？水呀、一定把我抠破了。哎呦我天，你对自
了。哎呦，不膈应。这辣椒好像不能吃了。那好像不能吃了，然后扔进去。不是，这个不能吃了，那个能吃。然后有一个手机让我学会了的话，我就会按那样按部就班的做。这是哪道菜？这个先，咱们先把油炒出来，我先把肉炒出来。哦。先把肉炒出来，然后要做一个酸菜，烩酸菜和炒蘑菇。再弄点蒜，我刚才蒜搞少了。哇，娜娜，你这真的，你做饭太讲究了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第一次见过这么做的，感觉特别好吃似的。那肯定好吃啊，必须好吃。哦，还放酱呢。那有啥放点啥呗。你咋那么会做饭呀？你真是，花椒粉是吗？哎呀。水。看看，哇，这大乱炖，得关小火吧？这个，这个面包胚子好了啊，咱们看看。我的天呀，这什么东西？窝头吗？这么大一窝头？来倒出来，哎呀，哎呀，还真不错呀！看看这蛋糕还，哎呦，看着还可以啊，特别硬啊。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没发好是吗？现在切吗？切啊！不切等啥呢？哎，可以啊。我感觉还不错啊。不行，都没发起来。这个明天做早点，然后这个做蛋糕。这蛋糕也有点太厚了吧？两层就行了吧？一天，干嘛呢？啊，这蛋糕好香，啥人娶了我？嗯，尝尝。三观不合的人娶了我，那是。哎，还不错，味道不错。这是脱脂牛奶，哎，不是，这是全脂牛奶。放几个巧克力，做蛋糕。烧香菜吗？朋友们，这是娜娜做的蛋糕啊，我简直惊呆了，这太别致了。奶油呢？奶油哪儿去了？半天你没把奶油搞出来啊，木哥，你看我把我珍藏的 XO 都拿出来请你们喝。我去，今天终于厉害了啊，还可以 XO 啊，我都没喝过。来来来，打开看一眼，看一下是不是拿一空盒啊。啊，你看他也不会开。我这太地道了，这个啊，朋友们看见了吗？晶莹透亮的叉欧啊！韩总，坐下吃饭。赶紧，吃牛吃的叉欧。来吧，祥姐，生日快乐！还有大哥，大哥，你们俩一起许愿。杨不一样，谢谢杨大哥。嗯，杨大哥，杨大哥，祥姐，许个愿，然后俩人一块吹吧。二三，走，切蛋糕喽。这个刀是刚切完肉的，然后这个小狗狗也喜欢我。娜娜说这个刀还切快递呢。这刀切蛋糕也切不开吗？不能吧，一分为四了啊，一人一块啊。我现在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蛋糕是我做的，而且是夹心的水果蛋糕啊，给我点赞关注啊。